奇了怪了，哎，没人记得上我这边走了呀，记错啊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咱俩磕头会变成小蛤蟆啊？你动动那小脑瓜，这合理吗？怎么想都不合理啊。哎，那么大磕头怎么找不着来着？不合理啊这。哎，对喽，这就是不合理哇呀。这七多指甲长，小时候25厘米，长大了以后只有7厘米不到了。